这真叫我背脊发冷。台词中倒是带有一种热络的感觉。这真是太棒了，太夸张了。是的，的确如此。但是这些终究对于我们来说，都是对于爱情的看法。我的梦想，我的理想。这个提醒我该走了。门没有时钟。在6分钟之后，远处的另一方会有一场大雨。虽然那也没什么，但是我必须赶过去一趟。多谢你，但我错过了真正罗兰巴特哲学的一刻。啊，对了，所以12年整，我们还要做爱吗？再见了，各位先生女士们，祝你好运。有一场大雨，希望如此。大家彼此。我累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够坚强一点？小姐，脑容量不够，就不要使用超过脑容量的危险。金涛呀，滚开！看吧，通常是女人过下的诱惑种子。那你可以不要受到诱惑哦。对，他说的很对，完全正确。我可以先跟你说个 story， 但是我不要骂你这白痴，你这下三子，你这白痴王八蛋，我祝你生儿子，很健康。是谁的饼干藏在饼干盒里？不是我，就是你。不可能，那是谁？阿飞到底来了？Oh, God.